小心哦，小心哦！道路坍方崎岖难行，中和公路满地泥泞土石，救难人员开着怪手，或以人力运送方式将水食物运进灾区。路面崎岖难行，假使一个不小心，就有可能跌落山谷，相当惊险。台米台风过境，各地灾情传出，台中和平离山地区连外道路崩落，一度成为孤岛。经过公路总局紧急抢通，终于让台八线碧绿西明隧道路段单线通行。至于在南投信义玉山路，好不容易将崩塌的土堆勉强清出一条道路，却成为溢流溪水的河道。当地居民涉险骑车外出，溅起阵阵水花。目前是因为台风的关系，所以有倒塌。待会等下路通的时候，我待会开小货车下来协助这边的工作。有很多土石流下来，这个本来是高丽菜园啊，现在都变成石头园了。至于彰化大村积水还没消退，高度几乎快要半个车轮高，车辆经过都激起超大水花，民众走路都必须要小心，因为分不清楚现在走的是水路还是马路。彰化二林现在则是退水状况，但当地住户全程泡水屋，民众哀叹房间全都是泥泞，这样子整个全部都是泥土，这样子你看整个环境全部都是淹在里面，四个房间都淹到了。凯米台风快闪过境台湾，却留下惨重灾情，也让灾区民众感到无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